咱们中国人的主食选择其实比较单一，北方人爱吃白面，南方人爱吃大米。北方人吃面时最多加点棒子面、油面，南方人蒸米饭时最多加点小米。其实谷物的种类很多，光是米就有十几种，豆类也有十几种，相互组合起来熬粥、蒸饭、磨成面做面食都是可以的。其中有一种加工比较简单的糙米，格外被营养师们推崇。糙米其实是加工时没有完全脱壳完好的稻米籽粒，和精加工之后的大米相比，糙米维他命、矿物质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丰富，被视为是一种绿色的健康食品。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伊朗斯就跟大家聊聊冬天蒸饭用糙米，健补脾胃，抵抗衰老，搭配二种食物营养翻倍。我们不妨先来对比一下精大米和糙米的营养成分。每100克大米中含有碳水化合物 77.2 克，蛋白质 7.9 克，纤维素 0.9 克，脂肪 0.6 克。每100克糙米中含有碳水化合物75克，蛋白质 7.7 克，纤维素 3.4 克，脂肪 2.7 克。可以看出，大米和糙米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量接近，但纤维素和蛋白质的含量糙米要高出数倍，这也正是糙米被推崇的原因。糙米因为没有经过精加工，保留了胚芽、骨粉层和部分骨皮、 B 族维生素、维 E、 矿物质、膳食纤维都比白大米高。糙米里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起到减少氧化造成的肌肤衰老、松弛，避免色素沉着，从而延缓皱纹、黄褐斑、老年斑的出现。由于膳食纤维含量高的原因，糙米的餐后升糖速度较慢。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将糙米入水泡一夜之后，就会产生一种生长因子先化固醇糖苷，该物质有助于糖尿病患者保持正常血糖和酶的水平，因此糖尿病人更适合用糙米来替代大米蒸饭熬粥吃。在传统中医中，认为糙米具有健脾胃、培中气作用，常被用来做补人之物。糙米虽好，天天光吃糙米饭也会厌烦，用糙米煮饭熬粥时加入其他食材，营养效果会更加丰富。一、冬天吃糙米莲藕粥。俗话说，女人三日不断藕，冬季吃藕有清热补血的作用，莲藕有清热润燥、凉血行瘀的作用。冬季北方人都有多吃肉大补的习惯，导致人体燥热上火，这时候也很适合吃莲藕。二、冬天吃糙米银耳粥。这种吃法很适合糖尿病患者，银耳的绵软细腻中和了糙米粗糙的口感，而且食用后餐后血糖也能保持正常。各位朋友，你吃过糙米吗？你还知道糙米可以和哪些食物搭配一起吃呢？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生活经验。